咋了？我能在你这待会儿吗？行啊，你坐吧。怎么了你？我刚才看了恐怖片。害怕？嗯。就菜就爱看你。没有，我就是想跟你聊聊天。你聊天拿枕头干什么？你不会想在这睡吧？行吗？这，来你打个地铺，在这睡。什么？干嘛？你不想在地上睡？嗯。你不会想在床上睡吧？嗯。我下去。嗯。你这，行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睡觉很乖的，不踢被子，不说梦话，也不磨牙。行，快睡啊。哎，嗯，有个小夜灯吗？行，开着吧，睡吧。哎呀。你能睡着吗？我刚躺下，还害怕？不是我一大老爷们在那，你怕什么？我小时候可在少林寺练过，你怕啥？真的，你别笑。现在害怕吗？一点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嗯，要不你给我唱首歌吧？不是大晚上唱歌？求你了。哎呦，我这……行，等着。拿这个，我不会弹吉他。没事儿，你随便扫，这边交给我啊。这样吗？对，很好。来，就这儿，走。说不上为什么，我变得很主动。啊天！没想到吉他还能这样弹吧？没想到。那你还害怕吗？不怕了。那唱两句。嗯。来，准备，走。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，爱可不可以简简单单的伤害？你靠着我的肩膀，你在我胸口睡着。